澎湖邮局昨日在马公中正路邮局办理由爱永续社会共好新春挥毫赠春联活动，特别邀请马公国小王文瑞校长领军率领马公国小师生现场挥毫，除了依客户需求客制化书写春联赠送给客户，大家一起除旧布新，焕发年节新气象。啊，张开啊！哎呀哎呀，免费免费，这是自家的，自家的哈。对对对，那你要不要拿两副？啊，有没有需要红包袋？它这是它上面的就是这样子，哦，它有写左右公主脸，哎，就照它这样贴。哎，有没有需要红包袋？我们有红包袋。谢谢你，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拜拜。会场还有马公国小音乐班于营业厅为民众演奏乐器，现场音乐震声雅音，民众无不拍手叫好，仿佛来到了一场视觉及听觉的嘉年华会。那农历春节快到了哈，那为了让乡亲们感受到过年热闹的一个气氛呐哈，那这一次很荣幸邀请到马公国小由王校长哈带领优秀的同学来现场做挥毫写春联的活动，那并且哈有我们优秀的音乐班的同学哈来现场做一个演奏，那借由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啦哈，那我们希望将手写有温度的一个春联这一份祝福，那送给我们的在地的乡亲们，那最后也借了这个机会啦哈，那跟乡亲们拜个早年，那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谢谢。澎湖邮局局长吴家宏表示，邮局办理挥毫春联之活动已迈入第十年，每年民众皆踊跃参加，邮局就是大家的好邻居，欢迎前来邮局参与欢庆农历年节活动。各地邮局亦于同日发送春联及红包袋，有需要之民众皆可至各局索取，数量有限，提早来局以免错过。记者王海龙报道。